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九届英式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半决赛的两盘对局。很高兴能够和黄毅中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黄老师，你好。范卫京，你好，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好，那么这次进入这个半决赛的是两位中国非常年轻的小将，一位是谢柯，00后的谢柯，另外一位是赵晨宇，八段。是的，赵晨宇是99年的。对，这两位棋手黄老师应该非常熟悉，曾对，经在国少队应该待了很长的时间。是，他们都是大概13岁左右就进入国少队了。应该是他们一般16岁毕业，我给他们3年吧，就是管过他们3年差不多，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在国少队里面。是的，那么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谢柯对日本的伊力辽九段。是，那我看到谢柯好像是今年刚升上的8段，说明他这个比赛的胜率应该是很不是错的，的。这是我们现场的画面，对，这是因谢为柯。疫情的关系，还是所在以，网上，对，还是在网上举行。对。谢柯应该说是今年状态非常好，尤其在国际比赛里面啊。之前他孟百何打进了决赛，对，刚刚战胜了范廷钰9段，进入了决赛。你看他今年是很有希望冲击这个世界冠军。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有，2次战胜柯洁的这个战绩，今是的，是的，他今年。是在应氏杯里面，这是应氏杯，就是战胜了柯洁，进年。的这个半决赛。好，那么伊力辽也是日本的一位这个新星棋手，应该不，现在不能说是新星了吧？伊力辽已经现在，新星了几年。对，他现在，其实他最近状态特别好。他好像在国内最今年拿了2个头衔，在日本，而且是。目前还在12连胜之中。对，而且他现在也是，20年刚刚升的9段，从八是段的，升的是九的，段，他也算是97年出对，生九的，七年的，很年轻。但是在四强里面，他已经算是 对，这是现在四已经强，算是前辈了。对对对，年纪最大的了。是的，是的，那这个，那从这盘棋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伊力辽肯定是经验更为丰富一些，因为他也是代表日本棋界参加了很多的世界大是赛。的，大赛经验很丰富，之前也多次进入8强嘛，我印象中。而且他今年呢，他在八强孟百何的八强里面就是输给了谢柯，止步于半决赛的。那这个这次比赛肯定是想报一箭之仇的。是的，是。那这个半决赛是采用三番棋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个这一盘棋不能决定谁马上就进是入的，决赛了。但是这个开局也非常重要，这个三番棋的开局，第一盘。对。那么相对来说，这两位棋手下棋用时其实都是比较短的，就是下棋行棋速度是比较快的。谢柯应该是很快的下棋，是。然后呢，伊力辽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他日本棋手毕竟还是这种习惯，还是下得慢一点，可能会思考时间长一点。在这个方面呢，用时方面，我感觉可能还是谢柯占点优势。那么英式杯的这个比赛规则采用的是英式围棋规则，是的，也就是说，它现在是每方3小时，然后延时罚点。是的，基本时间是3小时。对，这是不是唯一一个这个延时罚点的比赛，在围棋界？应该是目前的比赛里面，应该别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是读秒的，就基本时间用完以后，就是说，这个延时罚点是英式杯特有的赛制，是的，所以它这个时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你超过3小时以后，马上就要罚2点，你再过2小时，再过20分钟又要罚2点，对，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从个人一方来说呢，最多的用时实际上就是3小时39分，你不能达到40分，3小时40分你就超时了，就是说只能延时一次，第二次的话你不能用完。
对，延时一次，再延时一次，就延时40分钟。啊，对，最多。所以这个棋，我觉得，是不是对这个下棋稍微快一点的棋手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优势？但是这个棋很难说。你想想，我觉得之前像柯洁棋也下得非常快。之前的那李世石，我印象中。好像，但是他也没有拿着银石杯的冠军，还有古力哦，棋下的快的棋手，所以他这个不好说，这个就好像说这个那个慢棋手，好像快棋可能是不是要稍稍弱一点，逊色一点，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对，这个反而这个慢棋手，你看每次把这个时间全部用完，最后读到58、59的棋手，往往在这个对快棋赛中也是非常英勇善战的，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盘棋。这盘棋其实现在也还没有下完。对，谢科呢，伊利聊开了黑棋，非常有趣的是，这两盘棋呢，就是它应试杯的规则是猜对了，这个猜先猜对的可以选择黑白。然后这两盘棋呢，这个猜对的一方呢，这个申真旭跟这个伊利聊呢，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黑棋。因为他们、这个、有点意思，对，因为这是呢三番棋，他们想第一盘先下黑棋，第二盘他们觉得下白棋，白棋更好下，把有利的这个第二白棋留到第二盘。哦，这个让我想起的就是说，蛋糕上的草莓，就是你是先吃草莓的那个人呢，还是说先吃下面的蛋糕，把草莓留到最后？是，看来这两位棋手是都是就喜欢吃草莓，但是喜欢把草莓留在后边吃的棋手。就是说白了，他们就先苦后甜喜欢。对，是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心理状态啊。好，那这盘棋呢，伊利老师选择了黑棋了。像这个英式规则其实还有很多与我们这个规则日韩规则或者中国规则不同的地方。从棋的规则来说呢，就棋上的规则来说，英式规则呢跟中国规则其实是特别接近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吧。最后它是对熟子，对田子，对田子，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可以有粘接售后这些。这些对办法的。我记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形状，就是说英式规则可以自对对对，它可以自填的。对，可以自填。这个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我们先以这个棋为重，现在黑棋挂完角之后手脚。是的，这个脱先其实也是比较少见，可能他们这个应该都是准备很久了，这个已经八强跟半决赛之间相隔了很长时间，对，可能正常来说这个 AI 现在都是想飞的，但是伊利劳呢可能有点忌惮这个谢科的有所研究，对这个棋对是，所以他没敢马上在这下棋。现在这个二进高加其实并不常见。二进高加嘛，就是觉得黑棋飞呢，如果不能冲断的话，只能爬的话呢，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亏，尤其这个跳也很少见，现在一般都是飞。觉得这样稍亏，所以说呢下这个呢稍微少一点。对，因为现在包括现在这样的棋，觉得被黑棋飞一下呢，都觉得是白棋稍亏。是的，更别说你二进高加以后，这个子的位置呢并不一定是特别好，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两个第一的位置好。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二进高加呢可能比较少，了。但是呢，谢科呢他可能有他一些独特的研究，我估计所以说他敢于这么下。是，那其实我就挺怕人家给我冲断。对，冲断就变得因为明示那个形状我是可以的嘛。对，按理说这黑棋好像应该更加不怕这个战斗啊，但是也是也是不好说，万一对手有研究呢。对，也是怕有些研究对手的。虽然我们是不知道这接下来白棋该怎么下了。白棋有很多下法了，一种是最稳妥的就在这边跳一个，一种还有加这个的下法。总之很复杂。很复杂，这个棋。所以呢，这个伊利聊现在是先对暂时脱先他头了，先守自己的脚，没有在这个局部继续下。那么谢科他也没有继续下。其实这个棋呢，如果不走的话呢，作为白棋方来说，其实很想在这边下棋的。你想尖顶。对，这种棋呢，如果尖顶的话呢，黑棋是得在这边动出的，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随便占个大场啊。这个棋如果被白棋糊死的话，这个棋呢是白棋明显好。白棋这个形状，所以这下还是亏了黑棋。对对对，如果看成这样的话，这脱明显亏损。所以黑棋呢，
无论如何可能要在这边要动出来白纸见面的时候，这样的话呢也会形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变化，所以白棋方来说肯定想要大把团断了这地方。什么黑棋？黑棋好像 AI 的好像最强的硬法好像是说要挡住的，挡，那白棋断，然后挡下来，那白棋这个时候会立吗？对，是立，你的感觉很好，然后好像是往这边搬虎的，好像哇这个棋还能站。这在我们过去看来是，他也不是站，他可能这个棋啊，他就是准备把这两个子弃了。弃了。比如说你藏这个吧，他就先这个地方挡一下，先手，他就接住，大概走火，然后就这边飞出来。他随时准备把这三个子弃了，只要这边能够顺利的逃出，他就觉得这个黑棋还可以。总之呢，这个棋呢，反正是白棋尖顶的时候呢。黑棋要动出，大家记住，这边处理的还是比较灵活的。对对对，不要被白棋唬住了，白棋唬住了。那实战白棋没有选在这儿下，而是选择点角了。显然的，谢科就是说我这个棋，我就是希望你来动出，我对这地方，对这个棋形的变化有很多研究。就是等着你动出。是。那黑棋。双方下了一个，这个地方是。也是飞的，下了一个简明的定型，所以我们就不多做太多的介绍。这个拖，因为我们基本上每盘棋都有可能碰到这个变化。对啊，感觉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腻了这个地方。白棋呢，就是选择了一个最稳健的顶了班。是。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对黑棋要动出了力量。对。因为你再不动出的话，白棋没什么大的地方下了。然后谢科这个谢科也没有选择，对，没选择冲断。显然他的那个刀呢，谢科的显然也不是冲断，他就是对这个爬的变化看来是很熟悉啊。但是这样总觉得白棋这个子没有，并没有什么好。黑棋也没有不好的道理，能够飞压着。然后这个时候伊力了再继续 飞也是非常非常凶的一步棋。那这个时候白棋点过来。这个棋呢，因为白棋一方来说，其实很有心情，你飞很有心情想冲断了。但是可能黑棋他这个地方不太怕，他就藏出来，白棋藏。可能尖一个。尖。更厚一点。尖一个呢。然后这个地方，因为你这个子啊，位置不是好，不是特别好攻。比如说你正常的感觉是要。飞这个，但是呢，黑棋这个贴先手对角上是先手，我这只能硬住，就正好有一个穿出来。这个白棋本身形状也破绽，对，这白棋就有点被分裂了，对，这个子的位置不是很好，是的，所以这样的棋形呢不是特别好攻，对哦，这个白棋不好封，对，这个角上还牵手棋，这要飞进去，所以说呢，这个冲断呢并不是很怕黑棋，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了点一个，点一个，他其实也就是凑一个步调，把这个角对对对，他就想把这个角立在这，但立之前的时候呢，他先点你一个，对，那这下总是便宜了，对，总好，那就走成这样，然后黑棋把这个地方给封住。作为黑棋方来说，我觉得总还是满意的吧，这个棋形，毕竟这边能够搬下来，跟这边的模样还是有配合，还是很好的，对，那好，这时候白棋大飞了一个。大飞，因为大飞呢，下一手瞄着这个点一下，如果能点着一下呢，这个棋形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挺愉快的这样。这边将来再一点的话呢，黑棋这块棋还是很重的。所以这个大飞也是一个不错的棋感，不错的一手棋。对。黑棋。当然，我看黑棋尖了一个。黑棋这个地方下的也是非常的直接，就是挺不给对手面子的，我感觉这几手棋，先是尖啊，尖他不是说去走一个关子，而是他接下去是有后续手段的，他能先手尖到总是好的了，对这边作战总是，然后接下去这一点，看来这个今天这个伊力辽下的非常积极，对这个棋看来是。这个点呢，实际上他就是不希望被白棋先手点着。因为你如果他的意思，可能你如果现在点的话呢，他可能要在这边靠断反击了。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这样的话，这个尖刚好有用。对。然后白棋冲下来的时候，黑棋刚好可以挡住了。是的，这样大家看这个尖起到大作用了。这就可以唬住了。对，本来这个没有尖，这个冲就挡不住了。对。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他是这样想的。嗯，那显然这个点到这儿之后白棋挺难受的呀，这个地方有棋，这个地方有靠。嗯，其实呢这个棋呢，因为说不定别人也是可以下的这个靠断的。嗯，白棋就冲过来，黑棋断，白棋就长作战，其实正面作战也不见得就怕。嗯，黑棋只能立吧。嗯，立或者贴，我也不知道。贴这个。嗯，因为你贴的话呢，立的话呢，我很有可能就把你这个断开了。啊。这个作战，这断开了这边有点薄，而且这边将来白棋这一挤呢，黑棋很难受。嗯。所以呢，黑棋立或者贴，嗯，贴的话白棋就必须得硬了，是吧？嗯，对。那你贴完可能还得连回来。这样反正也是一场乱战，混战，那白棋怎么走一走啊？哦，是的。嗯，然后黑棋跳着，大概是这样定型，然后飞过来。嗯，反正白棋这样也是能战的，我觉得。嗯，这样也是一盘棋。对对，也是一盘棋。反正谢柯呢，他当实战的下法呢，他可能有点忌惮这个靠断，被靠断了，所以他选择了比较相对稳妥的、稳妥的下法。嗯，这样的话呢，白棋呢，黑棋你想再靠断了，那这个只贴着气，那肯定好一些。嗯，黑棋还是继续靠啊。哦，现在黑棋等于把这个子已经看清了。对，嗯，你现在就断就不太成立，你现在断我再长，嗯，那你这个我这个子一虎的话，将来你白棋就好多了。气太紧了，黑棋。所以呢，黑棋呢，靠完黑棋选择了扳。哎，黑棋这个地方下法还挺灵活的，啊，白棋应付他，这不这个子就看清了。他主要觉得这个地方呢，可能白棋局部呢不太好走。嗯，一力了觉得，嗯，给靠了扳。其实这个地方退他就觉得能爬出来，他就很满意。哦，扳。扳的话，我恐怕要下狠手了吗？可能还是扳吧，因为我断毕竟被你这一打，我好像没有好的应手。对，嗯，我打这个。对，这个子被提了，好像不太好扳。嗯，我就扳一个。嗯，扳一个，我扳出去的话，会被扳出去。首先，我很有可能把你这个子打拔掉了。对，我这个有点担心。对，确实。嗯，这边我打吃。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无聊，白棋。对，嗯，提这个也没什么用，黑棋这都连着的。哦，那所以黑棋就是想说这个地方，对，你要是退的话，我就爬爬活，就好了。哦，其实他说白了还是有点目数，把这块棋走后一下，因为这边将来点过来就点过来。他觉得，如果这边白棋有子的话，我觉得毕竟还没有这块棋，对，还是一个负担。嗯，就是想在局部这边定型。哎，这个下法也很实在，就是有目数的。嗯嗯，那白棋实战是选择了，好像这个对它这个是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实际上这个棋呢，可以选择更好的，可以直接连扳。哦，连扳我会不会？他可能有点担心这个黑棋这样打过来。嗯，对，我要打。嗯，但是白棋挡行吗？你挡这个可能是不太成立的。哦，你的征子有力吗？征子不太有力。对啊，那我贞子如果不利的话，我这打了一场。我首先不说我这地方爬你就巨难受。啊，这个地方就有几段了。几段了，你要紧住我气的话就有几段。关键你主要还是这边。嗯，这边你被打了长，这两边贞池跟这个家剑合了。那我这其实只能挡这边了吗？挡这边，对。啊，但这种棋呢，挡过来的话，觉得白棋好像，看起来好像白棋很苦啊，因为只能爬二路，现在不能打了压了，打了压被拐死了。对，拐死了，这不存在征子。对，不存在征子了。但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黑棋这个地方这个棋形有些弱点，这个地方一点你是有点难受的。嗯，我只能贴住。对，那我顶一个。啊，我这一挤你怎么？哎呀，这挤到我要害上了，我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能，只能走这儿了。对，哦，那我这个子就死了。对，走这个我再爬一爬。嗯，我将来主要是，爬你带长，我这一吃很舒服。我这下上面先飞一下。要粘上。嗯，粘上吗？粘上好还是冲了跳好？我要拖。啊冲上。我能拖吗？嗯，
拖的话，拖可能不见得拖得着吧。哦，这个也很大是吧？那我冲完了跳吧。而且我很有可能就这样跳过了啊！我先吃一个，主要是这个地方白鸡非常舒服，这一串定型，我将来这边只要能活的话，这一块将来就点了飞过来就很严厉，这种棋呢，其实我们以前说二路爬都是那个像这种爬都似乎是不可取的，但现在也都变了，现在其实也得都得看周围的实际情况，当然说谢科从他实战角度来说呢，确实是正常来说我们棋手算到这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这个白棋可能会爬这么多可能会不太行，对，二线，但实际上这棋并不一定，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对这个地方点了，这个地方顶完挤非常厉害，但很多这都是我们只能是事后谢科可能去复盘的时候他会发现这样，对，但下的时候他可能确实不见得敢这个搬这个，那实战选择了一种简明的定型，对对对，但这样白棋有损的地方，毕竟这两下交换是挺损的，这棋呢反正黑棋我觉得能够这样吃掉的话呢还是非常满意的，这个目数也非常的扎实，现在黑棋这块棋超级厚，然后白棋补入，了一个，黑棋长，这都是正常的，然后白棋是点了一下，点了一下，黑棋拆边，就是无数次的这种点上来，对对对，然后拆，白黑棋上最强的一手就拆在这，对，好像今天的另外一盘棋也出现了点的，是，类似的一个形状，反正没有人会去粘，对，大家都是不肯这么老老实实的粘住，确实粘住的话那白棋就是白便宜，对，至于以后这个点完之后白棋以后怎么去获得便宜，这个棋我觉得就是很难的一道题，对，得看这个棋手之后是怎么操作的，那实战呢白棋守了个角，那像人这样应该来说，总的来说黑棋还是可以的，打开局面，这个这一串的定型呢黑棋还是可以的，黑棋打开局面了，好，那接下来这个尖冲呢也是眼见的好点，对，一方面消白棋的阵势，而且呢这边多多少少跟这三个子有些接应，是的，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有个断点，所以这个尖冲也是一步好棋看起来，不过我觉得当白棋刚飞完的时候黑棋再来尖冲，白棋会不会情绪上有一点奇怪，白棋有点奇怪、就是、对、就好像那我当时我是不是有点还想走高的，走高的就是下面这个脚步就是黑棋将来点三三做活的时候那个就会差不少定型，是，所以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我走完之后正好被人家一尖冲，这个棋可以预见到黑棋肯定很有可能就会尖冲，你是不是在想这过来一路呢会不会更好一点，对，也是有可能的，那谢科显然还是很自信，显然对自己的后半盘是他还是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不光有冲劲还有自信，对，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自信的一个棋手谢科，而且后半盘比较强，他的棋确实很有感觉的、谢科的棋风应该是我感觉对杀计算力好像有点厉害，对，力量也很大，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很擅长杀大龙对，那还他的风格还真没有变，从小就这样，就是这样的风格， 对，喜欢杀大龙就力量非常大，但是他现在呢也因为你现在进入这个职业高手以后呢想杀大龙越来越难了嘛，对，但是他的后半盘呢还是就是收束方面还是很强的，我觉得我看了他很多棋收敛了一点锋芒，毕竟这个高手的这个世界不好混，没那么容易吃掉大龙，对，那相对来说他这个棋应该是往扎实的方向去发展了，对，往扎实的方向，这种攻杀和收束应该都不是很怕，这个阵呢就是注重这一边的围控，这种白棋方向应该还算可以吧，白棋对这个地方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伊利辽可能不同意，不一定，对，伊利辽觉得这边他主要是伊利辽是让你这个子最后变得效率很无疾而终是最好的，我看了接下去的几步棋我发现其实黑棋也是这么想的，黑棋觉得我方向也不错，对所以这一直都跟着白棋在硬，
对，黑吉想着只要你这手棋如果最后平白无故如果死掉的话，那黑吉总是好的。对，这好像就是双方都比较满意，就是因为白棋阵头也可以预见到能定型成这个样子，那黑棋也觉得这个棋啊，我好像这个方向也是不错的，你这个子还没活。就是黑棋白棋阵头的时候，黑棋选择了一个最简明的下法。对，应该说是黑棋也是觉得自己很好下，但这个棋呢，白棋那一方呢，说这个退可能稍微松缓了一点，还是搬过来可能好一点。连搬，你退我再压过去，这样。既然是对围的话，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样的话，长毕竟被黑棋贴过来呢，总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那但是我觉得作为白棋一方啊，我觉得在下棋的时候，他可能会不会想到，就是我越往这边逼迫，这个子就越没有活动空间了。他这个可能松一点呢，这个空间大一点。他还是想在这边做文章。对，我怀疑是不是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从刚他怕刚才比如说你这样的话，我如果接住这样厚了，黑棋越来越厚，他这个动出来的活力就越来越小了。对，这个范围已经应该是这样这个意思。对，所以我说这个谢科是不是这个心还挺黑的，不光要自己的，然后这个肯定是要想办法想办法这边要对做文章，这个字我还不肯死。但从刚才这几步棋来看，我就觉得作为白棋来说，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怪的，因为其实他的每一步就是飞，比如说飞刚好人家来尖冲，然后他阵头的时候，人家就很快活、很开心的就跟达到他想所达到的，但是具体判断怎么样，还真的很难说，是吧？反正是这个棋就是需要判断，而且这个里面他肯定是最后还是要在这边的，会要发生一些战斗，我觉得是的，是的，白棋不会轻易的，就是这个子这么，所以白棋是两边都要，我先走了这边，然后这边我马上就动出来了，对，他这个地方要制造头绪，这个子其实他肯定想在这边走一会儿，瞄着这个地方断出来，还可以从这儿断，他肯定要想办法从这边断，这全是断点，他要想办法。他肯定不能老老实实再跟着围了，再跟着围的话，这个对明显对这个子的话，不能无疾而终，对，可能会无疾而终。是，那黑棋就跟着硬。其实对于白棋这个子来说，白棋最期望的是黑棋能连上去，有朝一日。对，如果你连走到这个街的话，那他这两个子的就不损了。对，就白开心了一步。但是怎么样能让黑棋这么威胁他，能让他回去？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他主要是现在白棋啊，这个地方黑棋确实看起来很薄。所以他要在这边想办法。是。从这边断或者从这边断的。实战的白棋是先搬这个。搬了一个。黑棋这个时候也不手软，非常强硬，直接断。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乖乖的搬在下边。搬一个。对对对。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被搬一个不太舒服？你如果只能你现在既然搬了，你就只能吃下面。他觉得这样可能可以压几个，借用很多。对，压完以后这边再断出来的话，这个棋可能是被白棋白白的利用了啊。这将来这个压还是先手。所以黑棋不肯。对啊，还很凶猛，直接断。对，因为他这个断的话呢，他一眼看不出白棋有局部来说有什么特别有力的反击啊。如果白棋长呢？长我就长这个。黑棋长。对，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白棋再把这断了。白棋再断。但这个棋形呢，我这个地方二路一尖呢，很有弹性。是。你如果要。我要阻度的。阻度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一虎呢。这种。气很长。对，这种地方能够一路扳倒以后啊，这个脚步啊，这个地方气非常长。那我再把你这个冲断的话呢。这样。这样明显的就是这个。这样吼出来下面气也不对，这气太长了，我就最笨的搬了加下去，这个白棋气也不够，是的，所以白棋这么对不太怕，所以这个作为黑棋方来说，我这个地方有一尖的话呢，你要连的话呢，你只能大概拐，那我这虎完成完我再跳回来，这样的话白棋就太重了，对，而且这将来我这虎完以后这个拐还是先手对，这个白棋难以承受，所以白棋不能这么直线的去下，直线是不行的。那么谢科既然搬了，那他肯定是有后边的
变化，他肯定也算到了。实战白棋是断，直接断这个。黑棋长，然后白棋从这边打入在这儿啊。他显然是瞄着黑棋这边的这个弱点，这边白棋有很多断点。嗯。但是这个伊利辽呢，接下来这手棋也非常倔强啊。是，我们正常的感觉这个棋总是在这跳一跳了，对呀，或者尖一尖出头了这三个字、嗯、其实白棋也不一定会马上就在这边爬过，对，白棋说不定还要在这边想想办法，外面拱一拱什么的。 其实这样是正常的思路。这黑棋也挺好的，因为本身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目数，都是漏风的。对，这样是不是黑棋还蛮可以接受？也可以下黑棋。这边毕竟是这边还是损了不少嘛，白棋。我这边就让给你了。本来这个地方漏着风也不是目也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正常的思路呢是这个尖或者跳一个好吗？但伊利辽，我看这个棋啊，真是非常硬啊，我感觉他的棋啊。他好像是少数日本这个棋手当中力量特别大的棋手。其实现在日本的也，你也不要也以过去的观点、啊、日本棋手像井山裕太、啊、也都是力量非常大的。反正他们力量都不小。对，都不小、他们下的成绩好的。但印象当中，对，还是比较以前都比较讲道理的，像小林光一老师这样的比较讲道理。对，比较讲道理的。现在棋逐渐往野蛮方向生长了。不能说野蛮，但非常强硬嘛。对，就是很强硬。对，确实是。什么也不给了，不讲道理了。对，因为他这个拐下来，这个拐下来真的，对，因为他其实拐下来说白了就是为了这个阿鲁班詹这个先手，对，这确实也是非常的有诱惑力，也是很诱惑人的一个棋啊。对对对，非常的黑吧，这棋没有忍住这个诱惑，没有抵挡住这个诱惑。拐下去确实这个下面搬砖太大了。所以本来是拐确实很大一手。但是呢这个地方在这么薄的情况下他下得这么强硬了、这步棋我都觉得谢科都不一定会想吧。对对对，谢科正常人不会想着在这么这么多利用的情况下还往下拐。对，这样我感觉白棋能有很多头绪了。对对对对对，实战白棋就尖了一下，黑棋跳、但是如果说直线的冲断是不行的。对，直线冲断就是一般就扳死了这个地方，一般就扳死气不够。但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地方就会有好多。对，所以我们看谢科这手棋也下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情况刚断。这时候呢就给黑棋呢一个陷阱了。你看你如果现在如果要拐吃这个的话、那我们这时候再一冲断，这个时候你要搬的话，哇，这被打吃！哎呀，完了！这白棋就是、哈哈大笑了。是的，白棋这样是的。这一冲过来，这样再一接，黑棋死的太惨了。这几个子啊。对，所以这一段呢是一个好手。如果你直接来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这时候再断的话，那黑棋弃了都可以了。等于黑棋这两个，一吃是大损，是大损。这就是。对，这个走完直接没法下了黑棋。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断的时候呢，黑棋是不能拐吃的。黑棋呢，这时候呢下了一步搬一个，这个搬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边先看看你下什么。实战当然你接住是我们正常的。但接住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搬这一下？这个二路搬粘变成绝仙了。对。就是二路搬粘的话，你再不理我这一路搬你就进死了。但是你如果没有搬着这一下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直接补这个的话，我们白棋还是该走什么走外面，那你这个二路搬粘你就搬不着了。这里面就进杀不了了，你下一手棋一手棋就杀不了了。你再搬这个的话，人家就侯这个侯在这个二路了。这样是变成了你打，那它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打劫了。我这一路一坐，哇，这么顽强。对，那刚才能搬照以后，那一路那这个搬砖就有绝仙的意味了。他所以他这个搬是这个意思，在还是对他这个还是很有这个妙味的啊。对，其实这个棋啊，这个时候搬白棋是肯定是不能退让的嘛。对，因为我趁着我在补这个棋这手棋之前，我先搬一个。对。对，很好的时机。对，很好的时机。白棋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能粘，这两个子是不能死的。对，所以他这搬也是很机敏的一手，伊利辽。然后。
在这里住。啊，对，然后现在双汇去了。对，嗯，他显然在这地方，他觉得刚才我们那个变化图他走不动了这个地方。是。你如果不能拐吃的话呢，你别的也没什么棋可以下。嗯。同样的道理，刚才冲断以后全是先手。嗯。所以他在这个下法呢也处理也是很好的，这个一力疗搬完以后双。很干净，嗯啊，这个先把这儿处理好了，这边、嗯、对他就看清了，看清了，看你怎么吃、啊。你如果吃不掉呢，我就活；你如果吃的小的话呢，我就弃了；你如果大吃呢，我就想办法活。嗯呀，我这个我先把这个先捞掉，这个斑斩先那个、嗯。我这个还真的想就这么吃了呢。是啊，这个地方正常就是、嗯。我就走个臭的。你不一定臭，正常。哎，你贴可能、跳是吗？对，你贴被我。这个会不会活不了啊？吃不掉、啊，他这先手。对对对，但是这个地方呢，嗯，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以前下棋，我们直接其实也是、嗯，或者是不管是下棋，都是过于拘泥于这个子的死活了，不是、嗯？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现在 AI 告诉我，很多子你活了也不见得便宜，弃了也不见得亏。啊，原来王老师想告诉我这个。对，因为我说这个听起来活是能活的，这个地方对对对一路一间啊，白棋正常要立这个。哎，让我胡很开心。补完搬这个，嗯，结果只能长，那、嗯、你这个可以利用这个一路间。哎，我可以啊，团是先手，对，团我就说，那我就先手活了。嗯，活是，嗯、但你活先手活是先手活了，但问题是，啊、将来我这个地方尖变成先手了呀。啊，我尖你这边是不是要防我点啊？那我的搬砖就对吧？嗯、我因为我本来，而且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先？你现在怀疑哦，好像不行。你现在不行，你这个我一点，这个、你虽然尖是先手，对我这个挡下来并不活的。就直接扣打到这儿了。对，是的，嗯、不行不行。所以你要活的话呢，你只能靠这个尖。嗯、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这个地方一路尖先手了、啊，你要活，你只能这样活。嗯，那我这多了一个尖以后，你这个都搬粘不着了。嗯，所以这个地方呢，活虽然活了，但是也很苦。嗯，那就是不见得。就是其实你这个下法其实对的。哦，真的吗？嗯、你就应该从外面打。第一感嘛，就想吃。从外面打，嗯，实战那个谢科呢，他可能是觉得吃了这三个子还可以，这个是判断可能。嗯，没有那么精确。嗯，那他没有打这个原因、嗯、就是他认为吃不掉可以。对，我觉得谢科的想法呢是觉得这样被这个黑棋接在这呢，他这块棋不是很好吃。嗯，但事实上白棋可以防黑棋活。对，我就让你活了、嗯、其实黑棋也并不见得。对, 对，其实让白棋让黑棋活了之后、嗯、相当于白棋这个地方都是变成失控了。对, 对，是的。嗯啊、哦，所以将来这个地方还有跑出来有啊、哦，所以我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直线一点。对、嗯，这样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下法。嗯，实战可能就是对谢科可能少想了，就是可以让黑棋活这个问题。是的，嗯，选择了吃嗯下面三个子。对啊，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把这个子吃掉。对，然后尖。嗯，这样的话呢，白棋黑棋就是把这弃了。对，这个啊，这个梦寐以求的搬粘，搬粘，啊，这个太大了，搬粘。嗯，这个棋就告一段落了，嗯，告一段落。那这样这个棋怎么样呢？啊，是应该是黑棋明显取得明显的优势了。哦，因为这个棋呢，黑白棋下半天呢就吃了这个大概十几目棋。嗯。这个地方被黑棋先手搬粘了，然后白棋呢，将来这个地方拐过来呢，这中间呢这个地方模样还是非常壮观的，嗯、因为本来这地方就牵着黑棋，这时候拐就非常大，这个地方没有多大的目。嗯，反正这个棋，总的来说是这个黑棋便宜了。哦，我觉得现在这个下棋的思路比以前好像要宽阔了很多，嗯、灵活了很多。对，对嗯、很多棋就是。就可以直接弃掉了。是的，尤其像这种三个子啊，我们一定要有弃子的，现在弃子的思路下到一定水平以后。嗯，对。那实战黑棋、嗯、这还没结束呢、嗯、黑棋说、嗯、我这个地方还有棋还有味道。就是他不黑棋呢不甘心这地方就是全被你走成实地嘛。嗯。他至少先在这边。搞点事情。对对对，他总是不会亏的了。免费的这是。就当本来就是你的空就完了。对，嗯，这是免费白来的，嗯，这个都是黑白棋都得硬住啊，嗯，啊，这，然后黑棋打吃，他可以歇，可能这个棋呢，因为周围比较厚，他就
可以选择这样长一个强杀、我觉得白棋这个地方的下法其实已经是最强硬的下法了，不给黑棋、是啊，那现在肯定白棋这地方不能给黑棋任何的便宜。但是黑棋这个地方其实都、也都是免费的了、他这个免费观光一圈之后、获得了这个的先手、白棋拐，然后他把这个一跳回，相当于把这儿的目数全部都给破了。黑棋也是有所得。其实这个棋可能我看了，好像刚才有可能在这个二路可能更好一点。哦，这个位置很刁钻。那白棋有没有？这上面这边有很多先手啊。啊。你应该不敢轻易的，不能轻易的在这边主渡啊。对，这样你好像直接打出来就出棋了。粘上。打出来应该也可以。你看，对。这利用太多了。这个白棋没有办法收拾了这个棋、我甚至点我觉得可能都可以，只要有这个先手，你大概接住的话，我再贴过来，好像这样也出棋了。因为我走在这的话呢，你如果再拐的话呢，那我就再跳过来，那就好多了。将来有一个兼过，对，一路，那比这个子放在这位置要好。这样的话会选择在这儿，因为这还是有度过嘛。哦，他可能是不是实战没有想那么多？对，这个确实也不容易想到这种棋，他就实在是简单的打不住。这个棋难受啊，坐在这儿，白棋。实战，白棋拐，黑棋跳过。那也算是黑棋破了白棋一些目。然后现在该白棋啦，那眼见的就是黑棋这一面是最大的模样，很大了，必须要。如果正常的像黑棋这一块全围成空的话，这个棋白棋可能这个实地就很困难了。所以点进就从最深入的地方开始。这个下法非常的。这种棋形呢，应该他们也都有一些研究，我觉得对这个长形嘛，二尖高加的怎么清消这个棋。它是扳的。长。这个长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应该他可能这个棋啊，这个伊利辽可能太注重这边的实控了。其实这个棋可以把这边的控让给白棋去破啊，黑棋围这一块控，这样就比较厚实。白棋在吃正常，还有一个最后然后就还有一个这样挡一个，就双一个，这样其实让黑棋往这边，把黑棋把白棋往这边赶，其实是没关系的。将来我只要能顺利把这块空围上，这也很大。也就是说，这边的价值对，有可能比这边大。这边也有二十目，但这边可能价值更大。那毕竟这边黑棋子数比较多，比较厚。而且白棋要活呢，这个棋呢还得你还有点难受。你比如这个，将来我就挡一挡，攻一攻。你走呢，跳我就跟着。飞过来，这样攻一攻，顺势把这边围起来，这也是可以的。对，实战呢，可能是这个伊利辽呢，他可能犯了一点方向上的错误。他可能这个地方是个铁头、对他肯定一门心思呢想围这边的空啊，但实际上呢，这边呢，左边呢比这个上面可能价值要大一些。白棋虎，黑棋打吃，白棋粘上。所以这个棋呢，如果一形成这个细这个硬势杯啊，你如果形成这个细棋的这个局面的话呢，这个时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对，因为你插不起那个法两目，那插两目太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高手竟然这两目就直接可能就决定这盘棋的胜负。对，应该说这盘棋刚看了一下，还是这个时间上还是谢柯有很大的优势啊。很有可能这个伊利辽呢就要被多罚两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胜负的天平就会。有很大的倾斜对，哎，我还想起来，我之前参加过那个昌棋杯，昌棋杯规则差不多，但是它不是演示法典的是吗？我们预选赛的时候那预选赛不是。然后当时我以为是演示法典，我想我对手下的好像有点慢，然后我下棋的时候，当时这个心理状态就是没关系，我只要跟你下到官子的话，你就比如说他是黑棋吧，我想你得盘面十目才赢我嘛，我感觉他那肯定要法典了，然后我就下得飞快，后来发现。这个我这盘棋还没下完呢，还正在下呢。那个赛场上响起了黑方开始读秒的声音。没下，发现不对了。对，我发现不对了，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下棋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规则搞清楚。对，搞清楚很重要。对。
好，那白棋兼这个啊、那这盘棋如果说走成细棋局面的话，这个谢科这个胜算还是很大的，有利的。嗯，因为谢科现在是时间是占优。对，那就看看这个他能不能走成细棋局面啊。这个长。白棋长，嗯，黑棋跳，嗯，这个地方定型就是黑棋可能还是有一点被白棋下得太舒服了，嗯，白棋这个能打过来，黑棋方向有一点问题啊，嗯，白棋黑棋这个这个其实也比较强悍，一方面守这个空，一方面还不给白棋眼位，对对对，他这个棋下的还是很紧凑的，黑棋搬。然后再连扳，连扳，给白棋长，单长也是好棋，就不要随便去提一下，提一下就把这边的打给卖掉了。对，哎，那这个时候黑棋提了一个，提一个是黑棋觉得现在形势还不错吗？他也不是的，他是一直想瞄着这边的味道，他就这个棋、哦，这个地方还有棋，这个提其实。正常来说还是想从这边压过来，这尖 对吧，嗯，也不一定他这个是绝对的好棋，他这个提可能还是想压过来吧，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大，这边我也不会，首先我肯定应该不会跑出来，跑你打了跑好像并不怕，我这边只要真是有力，你就无非就是怕白棋压过来，其实这个棋他就是怕白棋压过来，压确实你再提他的长过来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手棋，这个地方，对，这个中间的这个目数，他可能是怕白棋脱线，我觉得啊，白棋现在就这样压过来，因为我这边你要想，我这个打还有下面有半只眼，他应该是怕白棋压过来。那我这个，哦，那这个黑棋局部在这个地方局部下是提一个最好吗？局部应该是提应该是最好吧，因为你拐这个的话，这边我还要跳进来。啊，中间这个地方空不好围。跳一个好棋哦。我打了长也长，跳一个。跳也感觉更好一点。对，就是说他还是担心这个地方，他觉得现在这个棋呢进入一个收束阶段了。实际上，在这边白棋死活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忧虑了，那棋基本上就进入一个关子阶段了。实际上，黑棋提。对，他就觉得这手棋，对，白棋拐。黑棋这时候粘回去了，那这一下其实白棋心情还是很愉快的。这个时候白棋点，我觉得这个棋还是有望下成细棋局面的。对，眼见就要成为细棋，对，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啊，这个点可能那个谢科呢，他可能稍微有一点随手，他可能没注意，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打出来，有个打的弱点，白棋。哦，那白棋当初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没必要点了，你就不走就完了，你直接往里面，你要该走什么走什么，走大的地方就完了。因为将来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并了飞一个定型，差不太多，这样。实在呢，他可能没有注意这个伊利良这个病呢，也是不错的一步棋。相当于人家这是个先手。对。先手你只能在这个地方硬。他这个病又防住了这个断，他还可以爬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可能稍亏了一点。断。接住。白棋呀，搬。黑棋爬。黑棋爬。白棋粘，黑棋搬啊，那这样白棋不是白白的损了个眼吗？是啊，这个地方有下，反正这一串没下的，不是看的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懂，对，不懂，他可能觉得长一个也不便宜，是吗？好像长一个相当于他就是落了一个后手，然后他粘住，这样的话也还没有活，但是黑棋就走了一个先手，我把这个。他会怕人家什么打出来吧？不会强硬吗？应该也不太怕，因为你打出来，我就搬了冲过来。但他就觉得这两个不便宜是吧？这两个交换。但这手棋很大。但被黑棋实战被黑棋逆收了。对，这样等于本来白棋这块棋打一个，这个下面是有一个眼的。现在下面那个眼没了，那等于白棋这块棋就薄了一些。对，要薄一些。他就更加不敢在这边动粗了。对，实战呢？
白棋补了一个。嗯，我觉得这一串白棋亏了吧，稍亏。嗯，因为你这个点跟这个压明显，这两手棋小反亏了。嗯，黑棋挡上。嗯，然后白棋尖，这是个关子。嗯，大的关子。嗯，那黑棋就这也很大，刚才黄老师说是中间这个跳也很大，是被黑棋这样搬过来了。嗯，这个棋看来谢柯的下法来看呢，我觉得他还是很自信的。嗯，黑棋贴。嗯，白棋站。嗯，很自信下的，看来他对自己的后半盘。对，既然他这么下的话，看来是黑棋他觉得自己不错，尤其他可能这个棋呢，可能一力疗有可能要贴两罚两目棋。罚两目棋。嗯，对。那就黑棋要贴九目半了。这个负担确实是非常重。嗯，虎一个。嗯，团住。团住。白棋把这个地方糊住，给这个靠住。这也是刚才为什么白棋这步棋很大的原因。嗯，这时候可能简单数下目啊。嗯，看着谢柯这个下法，看来是有优势的意识的下法。对。在这个墓也挺难数的，七墓这一二九墓，嗯，七九十七墓，一二三四墓棋，算四墓吧，二十一墓棋。这地方如果最简单的就大飞，嗯，但是这个地方定型还大飞，就算退吧，因为你这个挡也不见得便宜，黑棋粘住以后。一路接先手以后，这个地方断了拖都是先手，就算这样简单的定型的话，嗯，三五六七八九十九十十一手三三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七四十七十八十九十一十二目棋，可能没这么多，就减掉两目，四十九目加上二十一目，七十目棋白棋。那黑棋刚才说要八十目才行，七二十四目可能没，二十三目，一二三十三十五二十五二六七八九三三十六五十八目，五十八加二十三也接近八十目了。对，看来还是有点细的， 有点细。但是呢，显然是。那咱们现在是当做就是说黑棋要盘面十目的情况下，对对对对对，是比较细的棋啊。嗯，哦嗯，那有没有可能？还是有点细。一个爻有没有可能蹭住不罚点呢？啊，那可能性就要看他具体有多少时间了。嗯，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也挺考验这个棋手的这个怎么样去利用这个规则。嗯，因为如果说你下的快一点，你有可能就亏的不止两目。对，也有可能你不用，你不用这个延时的话，有可能你下的快，有可能中间过程当中会亏的不止两目棋。对，这个棋，但是呢，其实二十分钟还是足够了。嗯，哪怕被罚两点嘛，后面也不用下的那么着急。嗯，其实就看经验也很重要。是的，是的。这棋呢，可能白棋这边黑棋，我们刚才数的目，数黑棋可能有点撑。嗯，像这种地方挤完白棋断出来，那白棋有些目。啊，可能是谢柯觉得如果贴九目半的话呢，如果他当时可能看这个棋，觉得自己还是很乐观的。嗯。我们看实战啊，实战，哎，这两个有了。嗯，实战是黑棋，白棋靠这个，黑棋飞。嗯，白棋冲。冲。哦，这个地方黑棋气紧是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他可能冲进来。不是，他觉得我就补一个吧，他觉得你也不敢进来吧，他觉得进来这个地方就有断是先手呀。我断是先手吧，我这地方可以冲进来。我本身这个地方你是不是也不一定好连啊？这个地方我这个接都先手对吧，我这个歇先手，你这个要护断的话就搬了一顶啊。嗯，本身你局部你也不见得好联络吧。嗯，我当然我就，而且你这个地方毕竟被这一冲确实是这个味道巨坏，好像要冲的话你可能挡不住了。嗯，所
所以呢，冲的话呢，他觉得你不敢轻易这个地方被断掉，而且你这边你只要搬不进来，你也没扣到白棋什么木，对，哦，那这步棋还可以啊，然后黑棋搬，哎，这个地方没有选择我们刚才那个比较简单的手数，对，而是选择了一个好像有点拼搏的，对对对，那就是说这个伊利辽呢，现在他也判断自己形势不好了，就是说，如果说他不罚点的话，是不是还是黑棋还可以？对，不罚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棋可能就是非常细了，也许黑棋有可能要赢，都有可能。但这个罚两目在这个细棋里面差别太大了，是，所以他也觉得他肯定是这时候应该罚点了，我觉得至少快罚点了，好，那么就从我们刚才判断来说，如果是正常下的话，他七目半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差这个黑棋，应该好一点。但现在这个棋是，他多贴两目，那他肯定觉得不行。但是白棋这个打师在这儿，这黑棋能守棋吗？看着有，黑棋应该杀不过我正常守棋，那还是损了吧？这个局部是，也有可能这时候他就有点急了，我觉得他可能这时候已经被罚点了。他可能。就下的想快一点下了，有时候对，这样越慌张了就有点，对，越走子儿越多，要下的子越多。因为你这个地方，你打的话被我一挤，这明显没什么气。是。好，那么黑棋现在又不走了，在这挡，确实这个蟹壳是把这个很老练补回去了，然后黑棋打扳，哎。这个要是这里面没什么棋的，这就完全现在呢，这个伊利辽的这个下法呢，就是说他已经觉得自己控肯定是不够了，是，他要拼搏了，在这边进行拼搏，这都是损的棋啊，然后啊，这完全拼搏了，那就是说谢哥现在，我们不用判断形势都知道谢哥现在那个，只要是没棋，对对，没棋，他就肯定可以了，那黑棋断啊，白棋打吃，黑棋跑，那这个一本道玉碎了，对，黑棋，临危玉碎，这地方就是出不了棋，那他肯定这些都是大损了，有接住，很神奇，那这地方是怎么想的，我不明白这个地方啊，他有个打的先手对吧，他要扑进来，对，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了粘上，对，先把这个地方补住，他就补这个打了扑劫嘛，那这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边他可能觉得你上面有两个断点，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最简单，这就粘上， 对，你这个要防这个断，这边要防接住嘛，对，就那么简单是吧，黑棋没有其他的可以挽回一下的棋吗，有吗，好像没看出来，好像没看出来，就是黑棋打这个，打我也去接这个，你总是这两个不能两全吧，我粘你走，我这也没什么用，会不会有点用，棋也不够，我接住，接住，可能官子好像有点便宜似的，是我，我因为你现在白棋不能接了嘛，接呢这被白黑棋挖过来，那明显出棋了，但是黑棋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感觉白棋和这个黑棋好像亏的有点多，你可能能冲着一下，但是也没关系，其实亏的有点多，这个对这个地方白棋接在这也非常狠，下一手这个打了一冲这白棋，对对对，挡不住了，对，呀，这个黑棋恐怕是不太行了，实际上黑棋没有走这些，而选择了打那边，难道还有劫吗？那边会不会有一个缓气劫啊？可能也没什么气吧。然后白棋提，黑棋打吃，白棋粘，黑棋提过来，黑棋提过来，白棋一挤，白棋挤嘛，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气，黑棋粘，刚才这个没摆，可能是粘，然后白棋，对，就是刚才这样下的，冲了接住，去接。白棋接住，黑棋打八，这地方也没什么气吧，接住我就搬在这来也没气，连缓气劫都没有，你要最后要提到这才有，你现在提这个我就收气就完了，你提上面我把这个子接住就也没有气，连缓气劫也没，猴在这呢，可能猴在这有个缓气劫，这个好像缓了，对，我还有尖的先手，你猴都猴不着，主要是，
对，所以这里面黑棋一打是一只暗黑棋，没有棋都没有，没有棋，嗯，好，黑棋继续在这个地方做文章，断这个棋来、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棋，但是这个白黑棋也露着，打黑棋断，白棋打吃，黑棋粘、白棋就长、黑棋就跑一个先手，但是白棋能跑啊，这棋他可能就是打了长是先手吧，啊、长，那咋了，这虎在这边拐，白棋还拐了一个、总之这个黑棋呢现在形势可能也不太乐观了、就最后的最后的拼搏吧，哎，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可以猴是吧，对，黑棋猴好像这个地方蹭住了，对，蹭住，但是 但这边损太多了，跟这边可能跟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大了，虎、黑棋能挡住吗，这个这冲过来呢，实战黑棋虎的，然后白棋冲，黑棋提掉，白棋也没有杀黑棋了、他只要他现在这个挤完这个断先手，这个三个子有可能先手扑死了，哇，这个很大，黑棋做活，白棋断，先手，黑棋必须得补，对，那么白棋这次他单扑，单扑也啊，单扑是好棋，我们看这个扑是好棋，因为你现在挤这个的话呢，人家会粘上，粘上面，这样你吃一个呢，就变成了后手。是的，这实战这单扑，对，单扑好手，你不能提。如果黑棋提，白棋就那我直接一吃，哎，效果完全不一样。对你这都没办法粘，因为已经死了。对，这我打完了，一冲就死了。是，所以这个单扑是好棋。单扑的话，相当于黑棋这三个子已经死掉了。对你只能接住，那被我先手一提。那这个一扑啊，这也是扑到了这个伊利鸟已经没有办法再反抗了，在没有心情再下去了。对，那这盘棋这是扑是最后一手棋，谢科中盘获得了胜利。在这个三番棋的第一局里面呢，这个中盘战胜了伊利鸟。对，其实这盘棋呢，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伊利鸟啊下的还是很不错的，布局呢也成功，这个断吃完以后还是比较成功。对，后来呢其实这一串呢，谢科呢从这边打了吃这三个子的时候呢，其实黑棋是明显优势的，就是后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定型，我觉得黑棋没有把握好，方向选，对，方向选黑棋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别去吃这个子，应该是围这一块，对，哇哇，吃了一接住挡这个的话呢，这个棋呢黑棋就很好下了、当时这个局面围这块空，后来呢这一串定型完了就变得有点细了，而且关键是伊利鸟他时间上要被罚两点，这样的话呢，对，就是这个被罚两点以后，我觉得应该就白棋可能稍好、对，这个胜负的天平肯定向白棋这边倾斜了、所以呢他最后去拼命了，就是那个下法呢可能都不太行，就是形势不利的下法，对，最关键还是这个地方没有定型好，是，好的，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先为大家讲到这里，请大家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半决赛的另外一盘对局。